人在技术之上，人在创意之上，所有的革新都始于人，未来始于高黎大学，全球瞩目的大学，创造新价值的高黎大学，超越革新而回归于人，高黎大学。高黎大学已成为韩国一流的大学，在每个时代的关口都能创造新的价值。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高黎大学再次为创新人才启动革新，他们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彼此视对方为一生之朋友，为社会和人类做出无数贡献。高黎大学在讲课、研究、行政等所有领域开始革新。任何事情都可做的空间，跨越未来的想法，让梦想放飞的校园。位居世界前100所大学的高黎大学，为已在世界舞台上树立新价值观的未来人才而全力以赴。자유정의진리의전당고려대학교는혁신적인연구와교육을통해국가와인류를위한사회적책임을다하며세계적인명문대학으로도약하고있습니다고려대학교가대학의뇌상서시대를열겠습니다为了思想的革新而进行课程的革新，跨专业多样化的融合教育，超越知识和思想局限的课程，自由、正义、真理的课程，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通过各种课外活动强化全面素质教育。这种立体教育革新，创造新价值，培养社会必须的人才。让梦想成为现实的校园，超越学科局限的创作实验空间。엑스게러지와메이커스페이스는아이디어만있으면누구나마음껏창작하고실험할수있는도전의공간입니다拥有独特外观的 KU 开拓小区是培养学生们无限想象力的空间。此外，拥有自由讨论区的图书馆和具备媒体系统的空间，为主题制作打开创意之门。高黎大学的智能校园是彰显人文关怀的校园，充分体现了学生的需求。以数据为基础，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解学生之忧，供学生之需。世宗校区是作为生物医学产业的领头羊，对 BP 产业集群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那灿烂耀眼的奔腾飞跃早已启动。大学应该提出解决综合性的社会问题的方法。为此，高黎大学积极促进各学科间的融合研究，扩大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医院的合作，强化研究力量。高大医疗中心不仅是治疗疾病的医院，更是世界领先的生物医学领域的顶级医疗机构。超越大韩民国，站到世界舞台上的高黎大学，引领国际化，整合全球智慧。高黎大学有国际一流的莘莘学子，聆听世界知名学者的讲座。高黎大学的人才在世界知名大学和优秀教育机构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고려대학교는제가더넓은세계를경험할수있도록든든한기반이되어주었습니다여기에와보니고려대의국제역량강화프로그램이얼마나우수한지알수있었습니다活跃在世界各地的高黎大学人才，每个人都在成长为全球性区域专家。
在这里通过各种指导和社会服务实现社会价值，共享团体生活。通过分享来学到的人文主义，成为连接高黎大学和世界的希望之纽带。此外，高黎大学的奖学金制度使任何人都可以为实现梦想而努力。只要是高黎大学的学生，就可以享用1000韩元早餐活动，为在校生提供有力的支持。高黎大学的爱心捐助接力，也是传承百年大计的高大的强大的力量。从我开始的革新，成为面向世界的革新之处；打破常规的创意，成为打破世界壁垒的科技之处。这里是大韩民国中的世界中心——高黎大学。